Really? Please keep the aisles and emergency exits clear. 忘记拍我爸妈。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他了。我会想起有东西玩呀，耳机玩在家，我听到东西在家玩。有可能吵啊，是真的。还是没有？稍等一下，给你拿。等会儿吧。稍等一下，给你拿好吗？说什么呢？今天厦门冬天的海风让我觉得特别熟悉，就很熟悉的味道啊。现在我们住在就是离火车站还蛮近的一个地方。今天看他们搞婚礼，觉得还挺辛苦的，前前后后一直忙。我们作为宾客都觉得腿都走得有点麻木，更不要说主人了。所以期待明天吧。早上好，厦门。哇，我住在八楼，然后这地方温，怎么这么多东西要拿？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，你过来加入我。Hello， 我们两个等一下要去化妆，然后去看一下新娘子。对。上去，好，你讲吧。然后这是一碗鸡蛋香菇汤，要吃完，好烫，我会超努力的吃完。那你加油，加油。
在是下午1点多，我们刚刚吃完午饭，现在在新郎的家里，等一下可能去补个妆，然后就是晚上的晚宴啦。然后新娘的好多家人就是去厦门玩了，那我们就是有工作要做。今天厦门天气特别好，然后我妹就嚷着要在这里买套房子，因为真的阳光明媚，这样来看一下，超美，天很蓝，是不是？哈，李卓是猪，把他累惨啦！哈哈哈，我好累，天好累。嘿，还有一下我要忙，陈客人。嗯，不认识。现在是下午快4点钟，然后因为这边结婚就是晚上吃晚宴的。所以现在他们拍一点外景的照片，跟香港差不多。然后我们现在就陪着新娘，超美，她超美的。这人为什么长得那么好看？看一下。Hello， 李小明，今天累吗？有点累哦，有点晕。好，你滚吧。先看我一下，对，然后开始首先。所以现在要进去看。是会有很热闹哦。比呀比呀来啊！里面就是宴席的，嗨。哎呀，这就是宴场、宴席、宴会。OK， 你就有很多桌，大概有50桌。李卓数了，大概有50桌。对，然后整个都是白色，很高级的感觉。顺序这样的，先是正位致辞，下来是再。那在门口就是还要描述一下流程。踩一下牌，去前面看一看，待会儿就会有很多人，然后就台子上就也会有很多人。嗯，所以真的有人在彩排的练习，可能待会儿有什么仪式之类的。嗯，对，所以有在练习哦。看一下这个鲜花还是假花，我觉得是假的。嗯，对，没错，它是假的。就是感觉白色很高级，然后整个材质都非常的明亮，很像那种5星级大酒店，好吧，就是5星级大酒店的宴会。我觉得超夸张，因为我没有看到过一个
婚礼有摆这么多竹席？没有，他有摆这么多竹席，它很高级，看起来就很白色的那种，就是有白色吗？明明后面是红色啊。我意思就是连凳子都是白色的那种，我们一般就是对随便搞，是不是？没有这么高级。来看一下，看，看，超夸张，超夸张的。这种拍去看一下红娘、新娘。拍照的地方，不着急，谢谢。让我在外面等他。好嘞，谢谢。坐坐。你跟兰兰对接一下。正式演之前，或许他独自在感受着这个世界，感觉甜甜的味道。而在未来，您将以更好的自己去呈现。所以此刻，现场的民众是否可以将掌声陪他们一起走向舞台的正中央呢？感谢。从小到大一丝不挂的来到这个世界，睁眼第一瞬间看见的便是我们的家人，来一同面对属于你们的日子，以及那一些可能会出现我们的远方。此刻有请两位新人。一步I'm skipping breakfast just to be in red. The colors of the pavement and the city used to feel good.